我是钢管列车上的109年。109年8月15号。不用嘛，这样17次啊，这是班长17次，就三星官网找到 PPT。哎，不用嘛，这样讲的。109年8月15号，普星站，10:06首拍这次。03:00就将三线开往。那种加一的89889二代有效圈车，在普星站停靠代币17次，请用三线，用操作的普悠玛之桥，谢谢各位，亮亮再见。